大家好，这一篇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批量下载图片。首先打开 Google Chrome， 选择应用程式，选择线上应用程式商店，在搜寻栏位里面输入下面的程式名称，程式名称可以到这个影片的下方说明栏位直接 copy 就可以了。在右边免费的按钮按下滑鼠左键，选择新增，这样子就安装完成了。这个就是可以线上批量下载图片的程式。这边有两个选项，所有标签和此选项卡。所有标签就是 Google Chrome 所有已经打开的网页，这个功能会将所有已经打开的网页里面的所有图片都列入抓取范围。此选项卡就是 Google Chrome 目前打开的网页，下面还有一个打开多页。有些图片网站会用连续的数字来编排网址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功能来下载图片。但是这些网站提供的图片大部分是限制级的美女图，所以这个功能不在这里做介绍，这里有简单的中文简介，有需要的朋友自己研究。首先打开土豆网，这里是随便选个网站做测试，在这个网页点选一下这个程式，选择此选项卡，这边可以拉图片的宽度和高度，这个还有更多选项让你做更多的选择。如果筛选之后的图片有些是不需要的，可以在图片上按一下滑鼠左键。图片反白之后就代表这张图片不需要下载。选择好之后按一下保存图像，图片下载的预设位置就是 Google Chrome 的预设下载位置，选择保存图像，下载完成了，打开下载位置，图片下载成功了。如果网站上有一堆图片需要下载，可以使用这个程式简化下载步骤。谢谢。